咱们接着看下面的第六段，他讲述了这海浪为什么最终会死掉，是什么力量使海浪消失。咱们下面看第六段。好，咱们看第六段的第一句话，他说 The undulating waves of the open sea are generated by three natural causes: wind, earth movements or tremors, and the gravitational pull of the moon and the sun. Undulating 来自于动词 undulate， 就是波动起伏这个意思。这 undulating 就是分词，分词当形容词了，波动的这个浪，波动的起伏的海浪。 The open sea 辽阔的大海，咱们在那个海底探险第三十课讲过的 open sea 是辽阔的，这个 open 叫 辽阔的大海。这个波动起伏的浪怎么样呢？是由三种自然的原因来产生的，三个原因 natural causes， 哪三个？一二三，画横线的部分是三个。第一个是 wind 风，是地球的运动或者轻微的地震，地球在转，地球有时候会震，轻微地震也有海浪啊。And the gravitational pull， gravitational 叫引力的，来自 gravity 这个引力这个名词啊。引力的牵引就是我们放在一块，就重力的牵引就是引力了。gravitational 翻译成重力的，它来自重力的，所以 gravity。重力的牵引就是我们说的地球或月球太阳的引力。第三个原因是引力什么呢？月亮或者太阳的引力。整个句子看懂了，对吧？说辽阔的海洋上波浪起伏的这个波浪是由三种自然的原因来产生的。第一个是风在吹。第二个是地球运动或轻微的地震 tremor， 第三个是月亮或者太阳的引力。里面的细节看一看，首先第一个看生词 undulate， 这是个书面语，叫波动或呈波浪状起伏。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undulate， undulate 什么意思呢？ To move or be shaped like waves that are rising and falling， 移动或者形状像波浪，或移动像波浪，或者形状像波浪，就是有起有伏，波动或成波浪状起伏，叫 undulate。经常用 undulating 当形容词来用，比如说 undulating hills， 连绵起伏的山脉，一座的小山像波浪一样，有上升有下降，那这是形状像波浪。再比如说 a field。这麦子地怎么样呢？一趟在微风中这个运动的麦浪，这麦子一会儿直了，一会儿被风吹倒了，一会儿又起来了，远看像波浪，一片麦浪在起伏，这是 undulate。 undulating 就是形容波浪般的，就是起伏的这个波浪 of the open sea， 轻微的地震，这个 tremor 这是术语，表示轻微地震，要大地震那就不是波浪了，大地震是海啸了，对吧？海啸 tsunami， 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 tremor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tremor， 它在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a small earthquake in which the ground shakes slightly， 轻微的地震，就是大地呢轻轻的在颤抖，这是 tremor。 我们经常说 an earth tremor， 一次轻微地震，是这么一个。第二个意思呢，表示人在颤抖， a slight shakingmoment in your body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无法控制的身体的轻微的这个在颤抖， 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ill, weak or upset， 尤其是由于你比如说生病了，身体很虚弱，或者现在这个情绪很沮丧，很难受，在颤抖。这个也看一些例子。 There was a slight tremor in his voice， 他说话时声音带着微微的颤抖。She felt a tremor of fear run through her， 她觉得一阵恐惧的颤抖涌遍了全身，浑身开始 恐怖的在颤抖，在哆嗦，这是 tremor。 本文中是第一个词轻微地震，还有第三个是引力，它来自 gravitational， 这是个术语来，就重力的。那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gravitational， gravitational， 它表示 related to or resulting from the force of gravityGravity 就地球的重力嘛，对，太阳的重力，这是与重力相关的或者由重力导致的，叫重力的。我们经常用的搭配是 gravitational field， 就重力场。
gravitational pull 重力的牵拉，就是我们说的引力的等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地球或月球的引力。那为什么最后就平息就死了呢？看最后一句，他说 Once waves have been generated, gravity is the force that drives them in a continual attempt to restore the ocean surface to a flat plain。 前面第一行黄颜色的是这个时间状语从句，万岁，一旦波浪被制造出来之后，就是海上起了浪，或者海风，或者是这个轻微地震，或者地球的运动，或者是这个太阳和月亮引力，时产生海浪怎么样呢 ？Gravity， 那么重力就是这样一个力量。这个白颜色是句的主句，什么力量呢？中带的开始到句末是定语从句修饰这个力量，什么力量？关系代词 that 做主语就是 drive 驱使他们，而且后面有个 in a continual attempt 经常跟 in 搭配做状语来，就是持续的在尝试，一直不停的在试图把它 driv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驱使这海浪 them 就是这个 waves 嘛，来恢复 restore 恢复到什么呢？恢复到海，使这个把这个海洋的平面恢复到一片平原的一片一马平川的状态， restore A to B， 把 A 恢复到 B 这个状态。这个里面是怎么去驱使呢？就持续不停的在去驱使 ，continual， 既可以表示一再的、多次的，也可以表示持续不停的。但如果 continuous，ous 结尾，就只能表示一刻不停的。在这儿是表示一刻不停的，在试图把这个海浪，这个驱使它恢复到原来平坦的状态，重力在拉着它。这里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restore something to something。把 A 恢复到 B， 前者恢复到后者这个状态。咱们看一些例子。The government promises to restore the economy to full strength。 政府承诺要把经济恢复到完全昌盛有力的这个状态，就恢复到原来完全经济充满活力的状态，把 A 恢复到 B。 再比如说 She was hoping that the Mediterranean climate would restore her to full health。这个女人呢，希望怎么样？这个地中海的这个气候能够使她恢复到完全的健康。本文中呢，就是这个一旦海浪产生之后，这个地心的引力就是持续不停的驱使海浪，这个恢复到原来一马平川的状态 ，flat 平的 ，plain 是平原嘛，对，恢复到平坦的这个状态。海浪像其他生命一样，有成熟，有最后死亡的这么一个过程。好，这棵书写得非常的优美，用了很多正式的一些表达，而且增加了咱们很多生活的知识。原来海浪在运动，那水本身基本是静止不动的，在原地打转转，这是很有趣的啊。好，咱们第40课作为一个比较也是重点的文章，希望大家仔细复习，反复收看。这棵书跟老师就学到这儿，谢谢同学们。